大虾母，看今天我们吃个蒸熟的大虾母啊，哇，你们今天看看虾滑，哎呦，哇，看大虾了，刚刚蒸的时候我就馋不行了。嗯，它蒸熟了，就是黄色的花了，虾花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想给你们看虾滑，真的，要不然我就直接吃了。然后肯定有人说我，我们不想看虾滑，想让你直接吃，也正常，但是还是想给你们看。说挺好，说哈。